因为战况的焦灼，所以呢，这个现在乌克兰的部队开始反攻了，开始反攻了。昨天这个画面大概吓到很多人，听说连太空人都看得到，就是说，因为他乌克兰把一艘俄罗斯的登陆舰给击沉了。对，这个登陆舰它的位置是在亚速海旁边，有一个别尔江斯克那个港口，亚速海就在马利波的附近。马利波附近，那这个亚速海这个港口呢，实际上是二月底的时候就被俄罗斯占领的。对，所以这一条船它叫奥斯克舰。它是在二月底的时候第一艘驶入这个港口的军舰，它是一个非常大型的登陆舰。结果昨天我们在网络上看了一个影片，就是乌克兰发布的7分多钟。对，哇，这边冒大火，还冒大烟，那个大烟真超夸张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整个被挤了，爆炸两次，后来沉下去。然后旁边有很多其他的登陆舰呢，也就驶离这个现场。对，所以这个算是乌克兰一个非常大的胜利，等于是说阻绝了俄罗斯的一次的占领工作。那很多人就分析说，为什么这个地方会被看到呢？好，其实是跟人家讲说，跟俄罗斯自己出包有关。为什么呢？出包啊？对，因为俄罗斯有一个电视台叫做红星电视台。红星电视台在几天前呢，听起来像军方的电视台，应该是军方电视台。居然呢去把这个位置曝光，怎么曝光呢？他去拍这个军舰，然后拍这个军舰的战车呢，用吊挂呢吊到岸上的过程，然后记者还在做 stand， 然后在这个军舰后面走来走去，前面走来走去，把它当背景。结果我们看到这个炸的画面呢，刚好这旁边就有一个大型的吊具嘛。对对，这是就是一个大型的吊具，门式吊车。对，结果那当然乌克兰可能就是利用俄罗斯电视台的画面，比对出它的相对位置，就直接把它轰炸了嘛。所以这所以本来要宣传我军容壮盛，结果变成泄密，变泄密。那所以很多人讲说，乌克兰在黑海这个地方呢取得一个胜利。那除了这个胜利之外，应该就是这个地方嘛，这个地方嘛，差不多是那个位置。那当然，这个俄罗斯在黑海这个部分呢，也有一点斩获啦，因为他们的军队已经开进了马利波的市中心，而且呢，从市中心直接贯穿整个马利波城市。那马利波的当地的地方政府呢，已经撤离了。那当然撤离也不算是真的是投降啦，只是说他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做个调度。对，可是呢，俄军在黑海这个地方，他还是有受挫。他在另外一个城市赫尔松这边，照道理来讲，他不是本来已经他赫尔松很早就被他占领了，在占领对不对？对啊，已经占领很久对不对？对啊。然后所以他就在赫尔松的那个机场那边停了非常多的直升机。对对对。结果被人家发现一个影片，被轰掉了嘛？第一个就是停了很多直升机，直升机都很多都不见了，被轰掉。第二个，他们现在用战车已经把剩下的直升机把它脱离了。这个代表什么？军事专家分析说，这个代表说他们现在可能就是在这个地方受阻之外呢，他本来占据赫尔松之外，他还可以再占据其他的黑海的相关的战略要道。对。那攻势可能也受阻，打那个敖德萨嘛，敖德萨对攻击敖德萨这个部分呢，可能也会受阻。那不过俄军在基辅的部分，乌克兰现在进行大反攻了。对，那昨天的战况是还没有相关的推进，但是已经让俄军在基辅周边包围那个地方呢，已经反手就变成防守的趋势。对对，那俄军只有在东部这个就这两个州啦，顿内斯克跟卢甘斯克对，有稍微有点进展。那本来就他的人啊，本来就他的进展，而且当地就是俄罗斯人是特别多。对对，没错。那所以说，俄军算是总的来讲，他还是算是攻势受阻。那很多专家就讲说，为什么会攻势受阻？有一个原因，就是他的飞弹的故障率实在太高了。为什么呢？他总共发了1100多枚的各式飞弹，对，结果故障率那个美国的那个国防部评估啊，五角大厦评估，大概有2%到6%的故障。也就是说呢，他发射出去呢，实际上是没有命中目标的，一定是偷工减料，或者是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说他们的武器是不是都是比较旧式的，要不然他的晶片一定不是台积电代工的。那我之前看到一个新闻是讲说，因为他们受到疫情的影响，他们很多军工业、也受到影响，所以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关系？那还有这边有一个消息也跟大家报告一下，就是乌克兰的军方呢，乌克兰的媒体说接到一个俄罗斯内部的情报，说普丁已经下令了。这个战争即将要结束，在几月几号呢？5月9号。那这5月9号不是随便定的日子，5月9号对俄罗斯来说是有意义的。他们在1945年，就是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，5月8号的时候，因为他们就已经击败了德国的纳粹，所以他们5月8号跟德国人签协议，5月9号正式生效。所以5月9号是俄罗斯的，他们叫胜利日，胜利日。所以普丁说5月9号到了。不管赢或输，战争打到什么状况，就是要停止了。所以也是补充一点，每一年呢，以前红军啊，跟现在俄军都会在5月9号当天，在莫斯科的红场进行胜利大阅兵。所以普丁啊，一定是想啊，在这之前赶紧把
战事给搞定，再来一个胜利大阅兵了，也不用往自己脸上贴金了。1945年5月9号，你确定是苏联打赢德国吗？那时候是因为德军东西两边战线疲于奔命，最后才输掉的啊。其实都是俄罗斯的大内宣跟大外宣，等一下我再来有可能哈。